投票嘞，这候选人这么多，你要投给谁啊？什么？投什么？明明是哪个投过柯P。不是啦，明天要选总统跟立委啊，立委要投两张票。是哦，那我们先泡杯茶来研究一下。今天我们的马考我们选择有四种，有蓝色、绿色、黄色还有红色，你想要选哪一种？选立委我就已经很苦恼了，谁给那边马卡龙啊？放心了宝贝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我已经帮你把网站资料印出来了。哇，全能宝贝你好厉害哦！而且我已经帮你准备好投票要带的东西了，身份证、印章、投票通知单，甚至我已经帮你的选票上已经盖好章喽。相信我，选择他们绝对是利大于弊。宝贝，你这样是违法，你知道吗？快点跟我一起认真研究啦！我们来做研究吧，一定做好做满。啊，宝贝，你就自己在家好好研究，我先去夜菜喽，拜拜。对不起。希望还来得及，选一号可以得到这个，选二号可以得到这两个，当然是选二号啊，有两样哎，这样 CP 值比较高，看配合。好，选一对二号。哎，可是还有三号哎，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帅吗？我绝对不会投他，因为他四年前的宣传正吵醒我。绝对不要投他。好，好，我不要投他。哎，可是我们还有政党票还没有研究哎。是哦，我看看。哎，你看这个是哪？好酷哦，会转弯，我就投他。政党票不要乱投啦。好了，不然我们再看看。哎，什么？这个党竟然选他做不分区候选人，就是他害大家上街去抗议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抗议。等等，现在三更半夜，党部也没有人好吗？我想是这个样子的吧，应该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当部长，那遇得起来得及吗？你冷静一下，人家登记早就截止了，而且还有20万的保证金，我们只有22K。什么？这条路也行不通？不行，那我再看看。天哪！这个候选人不支持婚姻平权呢，如果他选上的时候怎么办？他竟然说他们是人兽交。如果他选上的话，那那些同志该怎么办？他们一辈子都得不到祝福。我的老天爷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刚好八点，准备去投票吧。立委出任务，新手必看的抽奖攻略，老玩家不能错过的精彩秘籍分析，错过这次，再等四年。Action， 立委出任务，等一下，咔咔咔，条路也行不通。他谁的？Yellow and red. Which one do you like? I want this ball. 现在就要冲去他们党部。他。第一个党籍。二。金牛二。看他一起。很狠。可以。我好凶哦。